大家好，欢迎收睇创科 KOL， 我是陈思敏。近年政府积极推动本地初创，其中生命科技是重点的发展领域之一。面对人才资源不足的问题，本地科研工作应该何去何从？今集请来香港生命科技青年会执行总监黄锦 Ken 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香港发展生命科技的机遇同埋挑战。Hello Ken， 你好。系，咁不如我哋讲下你哋香港生命科技青年会点解其实会用生命科技为一个重心咧？其实生命科技青年会成立当初咧，都构思咗一段时间嘅。咁主要就係由我哋嘅主席啦，張世成先生，其實佢同一時間咧都係南豐生命科技嘅主席。咁咧佢其實加入咗南豐集團都一段時間啦，咁就開始作出一啲生命科技嘅投資。咁啊喺投資嘅過程裏邊，佢又遇到頭先你所講嘅好多困難啦，譬如人才或者公司嘅缺乏啦，尤其是喺香港。想找回一些相關的人才是非常困難的，所以他在2018年的時候就跟我傾開這個問題，大家都決定覺得需要在人才培訓和挽留人才方面做多些工作，所以在2018年成立了香港生命科技青年會。而且 Vincent 我們的主席本身呢，他都是修讀生命科技的，他年少的時候都希望成為科學家，後期翻咗嚟香港啦，做咗唔同嘅工作，咁再加入翻自己嘅公司南豐集團，咁所以喺當時佢就好銳意發展生命科技嘅投資，同埋佢喺工作嘅過程裏邊都發現到咧商界同埋政府，甚至乎一啲創投嘅基金，大家合作咧，先至可以令到成個生命科技嘅生態系統咧會更加完善嘅。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Vincent 呢就在2年之前成立了这个青年会，同一时间呢希望可以培育多些本地的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啦，令到他们可以继续在这一方面做研究，继续发展，同埋希望他们将来会参与多些生命科技的研发，甚至乎有更加大的香港的本土的生命科技公司可以成立到的。那这个就是整体的背景。好，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们那个主要其实那个工作会是做了些什么这样？其实我们成立了大概2年左右，刚刚2年。那我们最主要工作刚才所说的就是希望可以集中培训多些本地的生命科技或者相关的科技的人才的。那我们的会最主要呢就希望透过知识交流啦，同各界嘅合作啦，以及一啲參與一啲嘅相關嘅活動啊，甚至乎係一啲嘅研討會，令到香港嘅科技人才，甚至乎係研究生咧，都有多啲嘅機會去了解究竟成個生命科技生態系統係點樣，尤其是同埋內地嘅生命科技嗰個銜接啦，以及美國。方面有2-3個城市發展得比較快嘅，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活動，去令到香港嘅學生了解多啲成個生態系統究竟係點樣樣運作啊，同埋有啲咩機遇咁樣。咁所以喺我哋頭呢兩年嘅發展裏面咧，我哋都做好多工作㗎，譬如係一啲實習計劃啦，我哋分別喺過往2年裏面都做咗兩個實習計劃，包括喺上海同埋喺香港嘅。咁希望喺嚟緊嘅暑假，當疫情減低少少情況更加好轉，或者有疫苗出現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同一時間咧，可以喺一個暑假裏面咧分別將兩批香港嘅大學嘅同學可以令到佢哋可以喺上海同埋香港有呢個實習嘅機會嘅。咁呢個亦都要回應咗最近，譬如施政報告所講啦，嘅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啦。咁其實如果大家知道，譬如政府都喺創科呢方面著好多力嘅，咁呢個計劃裏面其實咧就希望可以容許多啲香港嘅大學生啦，唔單止大學生，其實喺呢方面工作嘅年青人啦，有400個名額創科嘅名額，為期18個月咁咧。呢400個香港嘅科研人員或者學生咧，或者畢業生啦，
佢可以喺花一半時間喺香港，一半時間喺大灣區工作，而且佢哋亦都會得到相關公司同埋政府嘅資助。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向呢個方向。係啱啱聽到你講，你哋又搞咗個夏季嘅實習計劃咁樣啦。其實今年係已經搞咗第二屆係咪？冇錯，係第二係屆。啊，咁第可一以屆我講哋喺上海。即係啲同學嗰個實習嗰個地方就會去咗上海嘅一啲企業咁樣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依家嗰個目前嗰個成效，你覺得係點樣咧？夏季實習計劃，我哋其實平均每一年都收到超過200份嘅申請嘅。咁我哋最後挑選大概第一年啦，以第一年為例，就30位同學去上海嘅。咁佢哋實習就為期1個月或者係6個星期，即係個半月嘅。咁我哋就會將佢哋分配去唔同嘅公司嘅工作啦，包括有一啲初創企業啦，有啲風險投資公司啦。醫療製藥公司啦，甚至乎係有一啲係外企，即是譬如外國嘅藥廠喺上海度有個分支嘅研究部門，或者係一個製藥嘅部門。咁我哋將呢30個同學咧，就分別咗安排去到6個星期咧，喺暑假裏邊分別去到呢9間唔同嘅公司裏邊嘅實習。咁當然啦，喺實習期間裏邊，除咗工作咧，我哋都安排好多譬如企業嘅參觀啊。亦都有啲研討會啊，亦都有相關業界嘅 CFO、CEO 咧，都同佢哋一齊食晚飯或者食午餐，咁咧會令到佢哋了解多啲究竟成個生命科技生態系統嘅發展嘅。咁佢哋睇到嘅嘢同香港睇到嘅有少少唔同啦，因為香港始終喺製藥方面或者做研發方面咧，都係可能地方同埋人才嘅規限啦，變咗我哋冇一啲好大型嘅藥物嘅R&D。同埋一啲嘅manufacturing 嘅環節喺香港睇到，咁變咗上海甚至乎喺蘇州相關嘅地方咧，都係好多呢啲大型嘅發展，咁佢哋可以即係開到眼界，俾到更睇得多到啦。嘅機會佢哋去做一個嘗試。冇錯，冇錯。係嚟緊，你哋會唔會再會舉辦啲其他嘅一啲活動或者計劃咁樣咯？私有計劃都係我哋每一年安排嘅活動啦。咁我哋嚟緊1月嘅時候咧，就會有新一屆嘅私有計劃。咁我哋都收到差唔多200個申請者。咁我哋依家都係挑選嘅過程啦。私咁亦有都計劃將嘅 C 會係邊一個咧？如果係私有計劃個 C 會係邊個？我哋現時有大概40位嘅師啦，叫做mentor。咁樣樣，就每一位 mentor 通常都會帶1至2個嘅同學嘅。咁呢啲mentor 大部分都係來自於本地嘅風險投資公司啊，或者醫療嘅機構嘅 CFO 或者 CEO 啦，亦都有一啲大學嘅學者，譬如Professor Dennis Low 啊，袁國勇教授啊，咁佢哋都喺百忙之中抽啲時間咧，幫我哋去帶1至2個同學嘅。咁我哋希望咧，就住同學申請嘅時候咧，佢哋希望喺邊一方面想發展多啲嘅，而我哋將佢配對翻相關有經驗嘅 mentor 啦、嘅師啦，咁令到佢哋咧喺1年裏邊咧，可以有唔同嘅機會接觸到佢哋嘅老師、個 mentor，亦都有機會咧可以去佢哋工作嘅環境裏邊咧去見識一下，亦都希望咧可以嗰啲 mentor 俾多啲唔同嘅意見啦，關於佢哋喺無論喺工作方面嘅發展，或者係啦，再讀書 further study，究竟我應唔應該？好多同學問究竟我應該繼續行 research 呢條路啊？咁樣樣，咁我相信相關嘅 mentor 都會俾到多啲意見佢哋。好啊，Ken，唔該，好，呢啲時間差唔多，我哋休息一陣。